欸，不要一直咬我，够了，用忠诚点数让你下架。还真真忠诚啊，他也不是那个忠诚点数，他是忠诚点数换的东西可以有音效，然后用小气点购买还可以买音效，两种。哇，对，所以路过的有小气点就可以把你的频道搞有版权。好狠好狠超狠。不要不要，不是我啦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没有打你。他跌倒了，打他手手。有人缺手手是不是？哇，他的玉。我是要他，我要的话是什么逆鳞或宝玉啦？那就随便啦、啊。哎呦呀！哎、欸，谢谢喽，谢喽。哦，弹完我就知道这样的血量。别！啊！哦，谢谢你。哎呦！哦，打完节约好爽，好爽！一直跳，一直跳，好爽！一直跳，一直爽！一直跳，一直射，一直跳，一直爽！这个版本的重弩也是坏掉的吗？还是正常而已？诶，听说有被削。听说不打防御了，打攻击了。对，是他盾牌被改弱了。攻击是最好的防御。对对对。哦。你不要让他打到你就没事。对。好像有点难。对，很难。那天又走这么慢。那天跟雅那个谁雅思在。还有滑步，还有滑的。啊，按错了。两下哟，倒了。好，雅思有玩了、啊，嗯，雅思有啊，但是他的 他电脑怪怪的，他的电脑好像不太吃觉醒，他每打一场就要重开游戏，他超可怜的，约不起来，不知道，他网络上能找的问题都已经试过了，欸，漂亮，80%血量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喝一罐。一直节约，一直爽。我打到那个离兽还是什么？你打他。离兽啊！他冒火了。啊！杰克倒下了。80%倒了，我在学控血的呀。不是啦，不是啦，哎呦，等，睡啦，睡啦，我没有打你啦，不是我啦，不是我啦，你看不到啦。哎呦，敲不打你吗？你怎么把人家背敲烂了？我只是动一下，他就往后跳了。爆了，爆了，鲑鱼爆了。哦，好。没事，我站后面，我站后面。哎呦喂！一直节约，一直爽，一直射，一直爽，被吃起来了。什么？过不掉啊！刚明明有按，我还有那个说。被咬起来了啊！快！他倒了，揍他，扁他！尾巴还没断，蹂躏他！哎呦，虐待他！哎呦，断了！啊！指甲断了，甲断了。哦，指甲断了。嗯。我起泡龙蛋没打到啊！起泡龙蛋。20%了，可以抓了。抓吗？还是都没擦？我都没擦，没擦。我要那个玉吧，黄玉。没擦就直接。龙蛋是
你放的时候，我在旁边打也会有效果。对，只要有人碰到他就有效果，有伤害就有。对，他易燃易爆炸。嗯。谁放的？我放的。哦、oh. ，我想说没有看到人啊。我躲在魔物下面了。哦，杰克，你是杰克吗？你是杰克吗？哦，你不是，啊，你也不是。你是什么驯龙吗？对，是驯龙松松。本身带彗星四十趴。哦，啊，你没那个白龙克制哦？你是加力量还是加那个？我、哦、加力量吧，我忘了。哦，逆鳞，我是要玉哦哦，我也拿到逆鳞，开心。啊，隐秘队拿回来了。嗯，那我也来玩青弩了。这把青弩打得好舒服哦。啊，你昨天那个射一发的散弹好玩吗？我看完就睡着了。你说放射吗？哦，放射是打那个白龙比较吃香啦。射一发就，因为我昨天看不好用，嗯，对，虽然我是用同一把啦，用同一把，然后改贯通的，嗯，我觉得贯通打起来还蛮舒服的，哦，要特别打什么吗？还是要不然就继续用虎龙咯？我都可以，我主要是刷那个刷材料，怨姐。我想活动的会比较难吗？会，要看啊。嗯。钢铁。那时候白痴去刷活动的雷神，他们说血量跟伤害有加倍。加倍。然后昨天我没有打、啊。对，昨天看你们在打的时候，你们好强哦。我跟鬼一样。超痛。原来是伤害加倍了、哦、对，难怪这么痛。补个物资，补个物资，他为什么不会回来自动补物资啊？每次都要来按一下，太难了。嗯，你都回村庄了，自动帮我补好嘛，这样我才能连续出门啊。加分。完了，什么？每次都防御，我不知道。我觉得这不是很可爱，很可爱啊！真的不知道，我忘记是哪个活动任务打到的。他是还打活动任务还送贴图哦？对啊，他们就说这个是贴图猎人，贴图打一大堆都送贴图。那么等一下我们一开始打外观或贴图什么的、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他有办法让那一些，例如矿物啊什么显示在左下角的小地方？哦，没办法，我也很想。不行、啊，他一定要打开让你看一下大地图。对对对，你要打开。我知道，没有或者你按住长按，它会显示。我知道。对对对对对 对, 對，就只能这样子了，它不能像世界那样子。我想说要，哎，在上面了。我想说要直接就是不用再长按，让它变成放大版的地图。对，哦，长按可以，哦，长按可以，长按可以。他自己发现新世界了。哦，原来可以。就长按可以，但是我想要的是一直都显示着。对。为什么我显示一个箭头是？龙的位置哦，你有打开哦，就是会显示目标位置。哦哦，我当时在调设定的时候不小心调到了。哦，那个好像在第一个选项里面的东西。游戏设定哦，指箭头指向目标位置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个。我想说怎么会一个箭头？好吧。哎呀，你怎么跌倒啦？啊，背还没出来。啊，排水用错子弹了。我怎么只有一发？
对耶，如果他的背还没插出来，这样打会有累积破坏值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啊！不会啊，或他背出来才会有那个弱点。哦，所以是打不到的，打应该说打不痛，就跟那个啊暴鳞龙一样。不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假设如果一直没出来，但是我伤害到了，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。而且多，对，只是你打会比较吃力，然后刀子可能会钝掉。哎、欸，刀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舒服，哎、欸，舒服，从头射到尾，舒服。啊，哎、欸，大王节约，连续触发三次，哎、欸，舒服。啊，两次，啊，三次，啊，谢谢。啊，对不起嘛。我只是看大王节触发几次而已嘛。哎呦。啊！我想说我用猫猫爪，伟人计划直接就不管他的伤害在哪了，直接就每个都暴击。有人在测人家甲是不是？是，把他翻好看。哪有？但是只有我一个近战吗？我也有是。哎、欸，两个。啊卡头。背部破啊，不是头部破坏。嗯，脑袋破洞。跳舞。好可怜。A 蹦。雨月，你有用那个吗？啊？轻弩的降空技吗？我不会用。欸怎么样？你按右边类比上面小颗的，然后再加 X， 对，左下角两个，对，我不知道你的攻击是哪一个，然后有一个是可以加攻击力的，一个什么回避什么东西的，还、要特别去跳，亮亮的，嗯，亮加10%攻击力，对，就是你去看一下你交换技，交换技三吧，有没有什么回圈的，还是回转的？这个是降虫机，我这不降虫机按下去之后往前拉，就这样。你、欸、会有半圆、往前拉是回避的，有一个是拉半圆的，有拉跳起来的。哎、欸，那不是，那要改，那要改。我看一下，回去看一下。讲讲吐。我现在这一个是跳起来的，一个是往前拉的，有一个叫。我好像还没全部解锁。第二招有一个叫回旋移动，哦是第二，对不起，还是第三招我不知道，反正有一个叫回旋移动的。啊！慢叫。再叫就这样让你倒。哎、欸，我没叫。这鱼，这鱼看起来肚子好大，好好挖。有人在挖鱼。是鲑鱼。它不是鲑鱼，醒醒，它不是。啊！没滑到圈。被破坏，我不知道哪里破坏了，但是它被破坏了。右手。哎呦呀！好吧，他被打脸哎、欸！我就这一次测他脸。小萝卜手头破坏了，剩尾巴。断了。好了，他都被拆光光了。啊，他可以抓了。真的假的？他可以抓了，真的。好。那我要生子弹了，没东西。他麻了，一般的麻。咻，捕获麻痹球，抛。这是一般的麻。没有，是假的。有，我放了一个真的麻。没有什么掉路。黄玉啊！轻弩打起来真开心，真的很舒服哎、
而且你们打伤害几趴、啊？我不知道、啊。我28，隐约27，哈基24，繁星19。哦，可是总伤害28000。哦，没有等级没有关系，等级只是你刷魔物刷的比较多，刷不到而已。哦，对。哇、哦，就两颗逆鳞，那是给我几个逆鳞？你看，没有，我就是没有逆鳞，才会等级那么快上来。王玉，有人三场刷到天慧龙，我刷了十七场才刷到一颗。哇、哦，真的都运气，而且这次还没有什么调查的。对啊，对，不然就蹭人家的。神秘炼金，地质学弱点特效。弹丸节约不用，我弹丸节约满。我觉得这一套应该暂时就不用换了、欸。用。金狮子的黑毛是不是要拿来做攻击猪的、啊？攻击猪、打人猪都要。嗯，对，要吗？我有一些，我想说，刚刚在说要不要练吗？我要，对，我在找、嗯、找东西变成护士。哦，很幸你那套贴图是最小的君主现身，最小是那个白兔手的。哦哦哦哦哦。啊？自信？啊？你有打过人吗？还是没有？还没。最小是白兔。胆力这么贵哦、喔，最小、嗯，这样子我拿着是不是射他很亏？亏爆，亏啊！你可以拿你的长枪了。啊，可是我要懒得换哦。嗯，那你就是你的 Y 跟 B 键同时按，用枪托靠他。是不是有炮速的？哎呦喂、欸，有粗暴射击还是什么？粗暴射击 KO 速，哦炮还有炮击速哎、欸。怕马怕毒怕爆破，哇，他好三种三星欸，对啊。啊啊，七次怎么做 KO 数？熊彩龙。等我一下，我换个装。没问题，好。我说你怎么不见了？你怎么把备胎背在背上、啊？嘿嘿，刚刚说他是艺术小子啊，哦、啊，要滚的时候，但是拿这个，对啊，比较快。哦，把那个直接装在脚上。对。哦。风火轮，大人猪，这是侠龙刀啊，还是？感觉是啊，对侠龙，对。你们应该没有用这个吧？没有的，我读的是用那个啦，吃火龙。去做个毒猪，我还没弄出一个毒套。哦，我看到我刚刚拿到的贴图了，真可爱。哪一个啊？好像是狗狗吗？ Go、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好，不是狗狗，我不太知道它是什么动物，但是它看起来蛮可爱的。哦，做地指标，偏移左右小。嗯。这是。不是狗狗，洛特三看破六，你贴一下我看啊。那是那火鸟、喔，对，就我刚刚去那个啦，哈基那边的加班车。哦哦哦哦哦哦！我想说，想说，
游戏里面是？对，不是不是，我们刚不在聊贴图吗？哎，拍手，我波波了一下啦。再一分钟，没事。好，哦、我要打土沙龙的东西啊！打，做防御柱，什么都可以打。装在脚上，我是哪吒了 ？OK， 那是踩在下面了。对，哦，这是轻松虐哦。对啊，很可爱哦。你会好小哦，超小的。对对，你看那些他离兽，他跟离兽差不多，他跟离兽差不多，可爱。小只了吧？那判定很奇怪哦。应该在会勾上去的，我在飞超高。哎、欸，倒了！他身上没有可以转的。起爆龙蛋！起爆龙蛋！起爆龙蛋！好，我也起爆一下，我也起爆一下。他、啊、太可怜了吧！烟火都比他大。好可怜的哦，他身上满被插满满的，冻宝，我觉得好多可怜的，他没有动过哎，晕烂吧，晕烂吧，好可怜哦，哎。在旁边那小只的跟他一样大哎、欸！啊、我给他带耐冲哎、欸！你被你们打断！哦哦哦，那个球好大！喂，他掉下来了，空中跌倒了，好可怜哦！有人骑车了是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勾他而已。这只怎么骑？骑的跟超可爱的、欸，小坐骑，真的是坐骑了。可以帮你啊！好想要哦，因为你看我手上是不是亮亮的？手上亮亮的，哦，对，你有牵一条线嘞、欸，那会加伤。哦，差点打到李兽。他剩九趴要死了，他要死了，可怜哦。对，这人更挖、哦。你说会有应急药那些哦？旁边小只的啊，刚、那些那个气球、啊。你可以拍他啊？你拍过了吗？他好小只，好，我拍一个。有个要拍离兽那个什么古那个瓦斯那个的。离兽瓦斯玩的吗、哎？那个是打死他们，他们就死，拍他死掉的样子就好了。哦，我以为是要拍那个瞬间。趁现在，那个瞬间也太好笑了。你拿相机，你拿相机，拿相机，有吗？拍哪一只？拍哪？有吗？有拍到吗？他还没死啊，他站起来了。把他弄死。啊，不啊，他瓦斯没了。啊，这个，快拍！我拍了。有办法成功吗？我不知道。到了，啊、有成功了，滚来滚去的离兽。我拍成功吗？哦，有，我截到了，我拍了超多张。没事，就怕没拍到。就女生嘛，有没有？没有一张好看的照片。先拍20张。对，全部删光。手语。哎、欸，恭喜大家获得离兽套装贴图。啊，是贴图啊、哦。是贴图。是我刚贴的那个。我不知道。可我觉得魔物的贴图其实很可爱。对呀。嗯。被民族兵强化。
有听说这一代的 Rise 的女猎人还真不少。女猎人哦，对，女猎人说就是女性玩家哦，风格吧，这次比较日式。嗯，你们有想要解什么吗？解什么？你说村庄任务？不是村庄任务，我说村民给的任务啦。哦，我缺材料的话就是缺角龙。我看一下，血鬼兽的尖拳爪，血鬼兽，看一下，还有怨狐龙的紫玉，首领的尸毒戟，就是那个吃火。哦，那个我看一下，你们可以看一下白龙夜行每个人的境界，看看有没有。每个人都不一样、啊。对，就是你每次哎、欸，我有哎、欸，是五星的可以吗？要吗？对呀，进阶，对对对，就是每次像出任务回来，他的那个白龙夜行都会再刷新一次，可以这样说。哦，我是要他的那个啦，所以材料其实。五星也是上位就没差。对，就是要那个，他是写那个首领持火。欸、靠呀，我是持火龙、欸，抱歉。首领持火龙，我是首领火龙哎、欸。那不行。我看一下哦、喔，他是要。你知道什么的尸毒戟？尸毒戟不知道。那个啦，持火龙。对，持火龙的那个首领持火龙。就首领火龙哎、欸，没有持火龍。那我们先打其他的，等一下回来再看。我有哎、欸，首领吃火龙，那就你就接，那你接。紫色的，嗯嗯，然后首领都是黑黑的系列的，就是颜色很黑。哇，反正你有一把好枪哎、欸！啊，那个鱼让我想到过年的那种巧克力鱼。难吃死了！你看、啊，最难吃，难吃死塑胶鱼。你那个是青龙吗？对啊，它是青龙还是青龙？那个是百龙的，然后是壳子外观。哦，百龙的青龙好用吗？没有，加入失败。我知道怨狐的很赞，就是侧甲跟斩裂。发生通讯错误，我碰到跟今天观众的问题一样。那个到底怎么办法解决嘛？有没有什么 SOP？ 不知道哎、欸，你们先开始，我等下进去好了。我先断掉。之前我遇到那种，就是要先把整个 Steam 全部关掉，连 Steam 关掉，然后重开，让他去连那个云端。哦，我今天云端有显示，一直跟我讲说。没有连到，恐怖中。对对。嗯，哎、啊，怎么只有杰克进来？哎、欸，我还没接任务。好，没事，我们先摆东西啊。大门前面。我重开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设置哦，好，设置好，刷开刷。设置，哦，说，放弃掉，然后对对对，继续放、哦。这设计真棒。这任务真的是白给任务。用武器。哎、欸，我出来了，我又回去了。完成大炮，大炮嘞，陷入异常状态。有了，百龙青弩不差。哦，可是我好像看他的子弹种类好像还好哎、欸。还是他可以透过珠子去弥补，他的是客制化，
看你想要什么，你可以去客制化成那个。像你想要贯通，你就可以客制化成贯通，就可以拿贯通弹。然后你今天想要用放射，就改成放射这样子。哦，它的改造比较多。对，我那时候刚做出来啊，不是啊，啊每一发子弹都不能用是怎样？我说刚刚看了一下它的属性，每种属性都没有特别强啊。对。哇，打不到。异常中的绝没中。我被偷射了。异常状态是不是晕眩啊？对，属性状态还是中毒那些吧。啊，对耶。啊，你下来啦。我拿我自己的枪咯。你给我下来哦。使用武器击退魔物，有一只，这只交给我，合同给我，两只，三只，四只，第四只没成功，射下来的，你给我过来啊，合同，合同你给我过来。哦，昏厥会显示昏厥。属性异常，成功，可是不是那个的。他技好猛，解决了。好、啊。理我，不要打墙壁了，理我。来、嗯。我来。死了。我才刚来。搞到好像我在装忙。来了，非洲人来了。哎呦！这刺在哪里啊？刺在那边看到了。哎呦！搓啊搓啊搓！开心，开心搓搓。给我晕，给我晕。合同要翻哎、欸！走了走了走了！哎、欸，你去哪？你去哪？啊！武器击退剩三个。两个。改乱，掉路掉路，爆炸弹！哪里还有掉路？我等你们还有，还没掉路，还没掉路。十四，他这里亮亮的，缺一，七级缺两个。哎呦呦呦呦呦，歪了歪了，点到了。异常状态，哇！用竹爆弹击退魔物有点难呢、欸，要直接击退、欸。嗯，那就算了吧。对啊，随缘吧、嗯。有打到的说。自动。好、啊，准备好了。他那个红外线那个是只要你瞄准好就可以离开位置这样子。嗯，他就是比如笔直的会比较好啦，魔物会经过或是比较长的，就 TD 那种啊，有没有？嗯哼，对。就想说我之前坐上去按发射，他就直接跳出来了，就离开了。嗯，他就设定好了。白龙，我靠！他直接。
母炮比较好吗？可是，不知道哎、欸。好了，叮叮叮叮叮，防衛開始でゲコ。さ、皆様方。已经开放。火牙跟水翼什么效果啊？就一个是拿弓，一个是拿什么、啊？长枪的样子。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语音下来很好听。好，那我们去放语音。嗯，声音好听，没了。赢了，声音好听，赢了，赢了。线路异常。线路异常，连线中断，线路异常。哦，那是挺异常的啦。要让龙线路异常。给我，对，关掉给我，关掉给我。好，没问题。武器，武器打掉。来插一只。好，前面一只，一只手打手打。好。我先帮忙射，等一下他快死的时候再。他死了，他死了。有有有有，剩下异常，好，异常怎么弄？异常的话，通常是这种大炮吧，的那个电击弹。不是，那是属性异常啊，这个是异常。他们说那个昏厥，不知道哎、欸。因为我刚刚的确大炮炸下去三支都有中，但是、哦、有运气，没有掉那个。对，应该不是那个属性的。哎呦！谁偷打我？偷打！啊！为什么他在下面咬得到上面啊？超神奇！就射那只毒妖鸟，他那边给我射。下来啦！哦，但我节约三次，啊，我三发都没中。下来，强大的赤火龙出现，不现啦！不要鸟跑进去了，我想说他可以在那个爆竹上面一直把他抓下来，结果他跑进去了。反击狼烟。啊，我先被反击了。哦，真假？我一个侧甲三五百耶。哦哦，好狠哦！这只是强大的吗？不是啊，你这只不是强大的、啊，对吧、啊？哎，这只不是，强大而已，不是首领。哦，对。下面什么都看不到，上去玩好了。哎，其实往后魔物的往后重攻击都不太一样。对啊。是哦。嗯。像我就金狮子就是大喷，金狮子它是往后，对，它是大喷。然后那个谁，驯龙就是尾巴一直拍。那像赤火龙的话是原本是往上飞用钩子打，然后往后攻击的话是吐三颗火球。哦，啊，你可以去死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去死了，拜拜。下辈子要当个好吃货龙，记得哦。嗯，约好了、哦。哎呦，这里。杰克，嗯，看，准备完成。哪里？看那个。
这一次的那个嘞，还没炸到你，可恶！嘿，是，就是那个煤炭猎人，他那个启动在哪里啊？这里啊，拉杆啊！你有没有看到拉杆？那拉杆不是集中枪吗？边边的拉杆，这不是集中枪吗？哦，你是说那个炮吗？迫击炮那种？对，出来吧？还是这次没有？因为我看到他有熔炉啊，熔炉应该是那个，还是他也可以加集中枪？熔炉也可以加集中枪啊。啊，他都会加，都会加。嗯。用主爆弹什么？主爆弹。哟！哇，掉了。哎，好舒服，好舒服，好舒服。抓住，快照。不要走，站好！啊，被偷袭了！元龙回来，快死了，你就别撞了吧。还有炮壶，炮壶，炮壶，炮壶阿姨。那两个差蛮多的，我会比较喜欢这一只。至少他不会突然肿胀起来了。他吐泡泡哎、欸！他会吐泡泡哎、欸！妈妈讲啊啊啊啊啊！好阿姨，你怎么？不要再吐了，不要再吐了！好痛！哦，从头灌到尾，好舒服。它够长，好，撤回家。哦，哇，先让其他地方堵起来，开堵哎。不行，怎么有这个？我先回家一下。集中枪，插一下，哎、欸。加点加点伤害，加减加伤害。歌湖，去了回去了。补个子弹，补个子弹。我靠！好，子弹补完。还是补子弹好伙伴啊。对啊，打一乱，打前面那一乱下来不补子弹，后面没得打。真的，我刚刚侧加打完。哎呦哎呦哎呦！胖快胖快胖快！啊！哎、欸，我的大强虫飞走了，然后我还在原地。哎呦！很凶很凶很凶！哦，龙炮！其他人。我启程啦、啊！是不是可以叫教练出来啊？可以。教练等有多只魔物叫出来，可以一起骑。后面还会出其他魔物吗？就像刚刚这样子啦。如果有很多炮虎龙的话，可以叫啦。炮虎龙的终结机。放个终结机就走了，没了，好像剩那个了，失火了。好啦，跪倒在我的侧甲之下吧。哎呦，不能用。敲个锣。加个伤，小动物捡一下，看一下什么？上灵，上灵，上灵，尖壳。他在吼吗？嗯，对，他掉下来了。嘿嘿。哦。哎，起暴龙蛋。
起爆龙蛋，起爆龙蛋，抓小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没打你，我没打你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那个子弹，是他，你去追他。不是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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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。啊！哎，村长没事。他砍空了吗？哎呦，砍到，砍到了。来换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好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抱歉了。总攻击，哎呦，掉下来了，揍他，扁他。起爆龙蛋，起爆龙蛋，旁边放起爆龙蛋。哇，我要随便打七万。枪在这里打也是很开心，真的数字都跳超高。尸毒级首领的尸毒级，没有没有剑客上灵上灵没有。结算好像会保底一个，是啊。剑客爆炎带，爆炎带，对，哭了。哎，满地掉落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掉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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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都是啊。银色种子是什么东西？种子？对，银色种子。种子会不会是回收的、啊，还是会带？我全部上灵。它不是拿来用的诶、欸，银色种子。银、哦、色种子，它有那个吗？就是右上角有符号吗？它没有那个，这就是会回收的那个符号没有。哦，那我不知道诶、欸。哦，难道农场？超级稀有种子。SSS 有吧？它长什么样子？破坏部位，我拿到个尸毒级，有有有有一个尸毒级，对对对，然后报仇也有尸毒级，很像龙在趴着睡觉的那个，对对对对，哦有有有，对啊，玩到死火龙的红玉，好爽。哦，种子会变成爆炸筒和爆炸手里剑，只是我没有开自动合成，所以会捡到种子。哦，种子种子，百龙双刀上去，首领的起炮华裔，还有需要吗？狮火龙，牛、nope ，好，那再是。怨虎龙的玉，嗯，怨虎龙黄玉，还是有什么活动的？有什么才装备的可以先打？都行。不然，我们来打一个称号武士之心，它有怨虎龙跟血鬼兽。好，好，欸、你是两个刚好都要啊。嗯。武士之心，嗯，手里跟一般魔叉只有一个多一个素材，需要是容易掉稀有掉落物。是我的错觉，还是有点点点的？点点的，点点的。召唤机，武士之心呢？我死了。段时间内增加伤害。只能往下放血。哦，我另外一个是能够空投起爆龙蛋哦。嗯。哦。跳跃那一招是起爆，空投起爆龙蛋。然后回旋那一招是加攻击力。回旋移动。我没看到那个任务啊，可是网页上有。叫什么啊？称号武士之心有啊，活动进阶，我是瞎了吗？忍者之心，他是武士，武士之心，豪杰之心，
首领之心，身号首领之心，劲敌之心，豪杰之心，忍者之心，强者之心，强者。我记得是活动吧？我是看活动的啊，还是出街？不会再出街吧？哦，武士之心吗？对对，出街，出街喊哭，哭。那好像没有这两个混合的。欸，有首领的暴虎龙跟首领的雷狼龙。哎呦，要玩吗？玩看看啊。嗯，变好。首领的，刚好缺首领的东西。劲敌。他可以获得的称号：劲敌、觉醒、燃烧、修行、宿敌、决斗、单挑、努力、友情、胜利。另外两个召唤器好像要打任务工作，帮他打。暴雪之力哦。所以我要做一些没有用的技能来解锁召唤器喽。嗯。你可以先做百龙的，慢慢升上去啊。应该就可以。交换技还没开，所以升阶它也算啊。嗯，有做就有。哦，毒妖鸟的翅翼，首领起泡华翼，首领的弯曲角，首领的闪电壳。我那里还是做一些骨质或是铁的吧。过两三把就有了。好了，达人，达人，达人。赞哦，赞！首领要在百龙摸过一次之后，就会在集会的息息出现，但不确定是不是要自己开才算。啊！我两个都是问号。对，我也是问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也是问号？为什么？首领关系吧。这两只都是首领啊、哦。对啊，导演啊，那之前上面是泡芙，下面是雷狼。哇哦，看起来好不一样啊，很黑啊，雷狼龙，很黑啊，雷狼龙对吗？下面那一只，对，下面那只，先吃个鸟嘛，吃鸟保平安呢、欸。看起来超不一样的。我的下面是地图的下面，我的下面是。这里哦，他在上哦，好，我在下面的意思是，他在悬崖上，他在悬崖上，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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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说就懂了。我说下面哪里？对，我想说下面靠腰、啊，你又下去了，有人去下面了，我去下面了，阿纪我来了，阿纪我也来了。我滑个半影，我就下去了。鸟鸟，鸟鸟，鸟鸟吃。上面有鸟鸟、啊。对不起嘛，对不起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来。呜呼，好痛！来，首领拍一个照，下一个。先把击倒好了。哦，他的电好亮哦。超级赛亚人，哇哇哇，超痛哎、欸！要死了，超痛哎、欸！哇！哇哇哇！要死！不能被连摸两下哎、欸，一下子就半以上哎、欸！要死我！我、哦、这刺激的，刺激的！哎呦，
哇，这是什么招啊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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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赶快把他击倒再说。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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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人要倒了是不是？有人要掉下去了吗？抓背，有没有东西可以抓背？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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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再抓电光虫了。我还以为会有不一样的嘞，结果都是电光虫。对，那个手里电光虫之类的。那背上都这么亮了，都不一样颜色，应该有不一样的啊。对啊。不要啦！下去了。哇哦，这下回，哦，好帅。倒了！哇，我爬上来了！哎呦！你晕了，你晕了，你晕了！给你一拳大的！啊！哇，直接送你回家！这个真的没办法哎，哇！很痛啊！看来要有耐晕之类的了。耐绝，耐绝，而且要三。哇！换了啊！我去骑、啊，我去骑。首领可以骑吗？首领知道哎。没骑过。因为是两只首领要撞在一起了。那我去牵车。然后切一只最小的雷狼龙来。对。哦，好像打起来了吗？打起来了。哦，哎呦啊！你打空了。雷狼龙怎么这么逊？怎么还打空？惩罚你哦。有点像地格的，或者是那种色尾的概念。对，以前的亚种吧。就是他们说什么恶名哦。啊，我已经觉得他不算亚种了，他已经是类似 Vega 进化了。对，他比亚种还要猛啊！他怎么立志倒了？他、啊、怎么你倒了？我偷射了几枪啊！好了，那就打你了。好了，走了。啊，我走了，对不起，大姐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是公莱姆的，反正对不起。我们现在打哦，雷狼哦，雷狼，先把雷狼处理掉吧。好，雷狼剩60，我觉得这飞雷好可爱。啊，白痴，有人飞上去了。这是飞雷的声音吗？他在飙，对，我就在路上了，我在路上。狼都来飙车，但我在飙龙哎啦。我走掉了，他怎么又跑去打架了？啊，车子怎么又回来了？啊，你怎么跑回来了？他说：“啊，有要求那个假翻车啦！”啊，我掉下来了！我这电球，翻了！我一个跳移还回避。哇，他头上插这个真的是像电龙一样。我压不到几包。我要耐抽，我觉得我需要双个耐抽。哦，充电了，又下来。这次好刺激哦！苦，呜、哦！不要那么凶嘛！不是，你不要一直动，不要跳来跳去的，站好！打不到你头！哎呦！很凶！哇！怎么空中哎、欸？打起来！你被拍死了！他就是一个combo。恐怖！我靠，这个我靠，我直接被拍死。我们刚打了10%，他跑来跑去，跳来跳去的，伤害、哦欸、我的防御257呢，457，
防御是你有电，你有电耐抗性之类的。你还是你付的？看一下啊、喔，电抗，电抗是七啦，七还算是正啊，還行啦，不要是负的，负的话会被加伤。他怎么在楼上啊？楼是，对对对，你怎么在下面？他在山谷中间。哦，还记得杰克说的下面吗？我的下面是那个下面啊。对，我的下面是那个下面。你懂吗 ？Are you understand？ 哎呦！我现在回去补子弹好了。哦，哎呦，换你一个二七的，抗雷的。呦！他打雷了。对，他十万伏特我。不要！啊！回家了。我打到耐力没有了。我看我的帐篷没有人了、欸，没有人。你知道、哦、我截图给你看。哇，好凶，好凶！你知道我出来的瞬间，然后猫车剩下我的猫。对耶，我看到我也是只剩一只猫坐在里面了，人走掉了。出来帐篷，我在做动画。迎接。哇，那这感觉不太能乱玩呢。这是不是该吃个奈雷了？团子的报酬金。啊，报酬金，然后。射击，然后拿个奈雷。啊，触发报酬金跟奈雷而已。好，为什么有些他那个任务旁边会有一个龙的问号符号？那是什么？那个就是他说不，那个你有没有看到地图上面写什么不稳定性？哦，对，就是那里的魔物有很凶的意思，可能会有暴鳞龙啊、哦，还是有那种妖魔鬼怪。我很强。要怎么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奖励啊？网页上看，这里看不到。哦，还是你要打那一天的回忆，还有怨虎龙。好，那一天的回忆，看到了。就这一关是那时候那个最新的吧？没有，这是最新的任务，然后它是一周年的，对，然后是在讲，就是之前还在 beta 测试的时候，是这三只给大家打。哦哦，你好了解哦，稍微修科普。所以那一天回忆就是 beta 的回忆。对。可是我没有那个回忆。我也没有哎、欸，我去打泡芙了，我没有打月虎。穿天会打刚刚那一只才比较不痛，穿到天会哦，哇！天会防御够高啊，哇！真是被随便拍一下就半血不见，真的。我觉得远程比较没事啊，近战的真的是很容易出事。没有，他远程刚刚有十万伏特劈下来，然后打雷。对，像麒麟的那个。对。哦。吃个饭。你的猫怎么偶练呢？他也打。太气。
崛起的首领都是在前奏的 X 与 XS 出现的一系列被称为恶名的特殊个体。对啊。哦，这是科普。一只一只来。先来一只。他现在画面上只有莲幼龙王。所以莲幼龙王打完，他会查出下一只。不是，我不是要打在小智身上。哇，他是真的是为老大挡刀哎、欸！啊，老大已经倒了。跟我之前在打那个明灯龙的时候，不是明灯龙，灭尽龙的时候，打了一半，怎么射出去总是插在蚊子身上不是吗？蚊子身上对。哎、欸，因为我要跟你站同边，我会被你子弹打到。哦，三点一线吗？你还没穿那一招啊？我还不是，我跟你还没装那一招。该装了，该装了。我打杰克。你有装哦？我去打杰克。我没有啊，但是我不会被射到，因为是我在贯通，不是我贯别人贯通我。我只好换一把贯通了，烧死了，给他死了，好快！是我们输在高，还是他本身血这么少？他就是他血量17000而已，不多。因为三只魔物嘛。哦，对啊。啊，差不多。有算过他，假设像三只魔物的话，他血量会变原本一只的倍吗？零点几倍？这我不知道。另一关七，到时候注意好了。我单开一只龙王喷多少？哦，可是魔物大小会影响血量啊？大概吧，就看大概、哦、大概几只。还青雄兽。没事啊，那个泡不出来了，泡不出来了。你是要？搭车啊！他来当车的。来，兄弟上车。再过去。好，走了。鸡走。哎呦，我这边也死了。他倒了。好惨啊！他好看戏，有没有看到？你不听话就会变这样。哦哦哦！大王解约哦，真开心！哎呀，月虎龙出现！对啊，他哎呀，还没打完，三只更帅了。这只泡芙是也比较小啊，普通体型，普通，还是啊，首领刚刚比较大只，养坏了，好惨哦，一直翻，怎么一直往后翻？哎呦！嘿，你被一下子 KO！ 我不知道，我忘记刚看我的血，我就是说，他听到你在笑他，没有，我想说他只会喷纸的，他不直接喷狠的。他听到你说好可啊！完了，不是，他很记仇，他很记仇。啊，顺便换子弹，换子弹，他叫我们换子弹。哦，我这回来补子弹的啦，对啊。没事没事。
所以我刚刚是满血被打到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我看你月是大概剩在40%吧。对，但我们看到几克的。你月死掉那瞬间，刚好在看血量。我还没补血，他就冲过来了。被鞋子。去吧，去吧，快点！你要去找他吗？要啊。好啊，走啊！用一手。直接去救火龙。直接10号就好了。嗯。哇，这个炮胡龙一定是 A 那个刺客，怎么会抓后排？那出 AD 装。职业的。嗯。教练，我在看哦。珍稀生物。他直接在我面前，吓死我了！倒了啊！不是，我骑上去了。啊！那就物尽其用呗。对，一直泡他。对，泡，继续泡。没得泡了。好。等一下，可以继续嘴。太小。他已经直接终结技了，没得那个了，用翔虫了。先把炮芙蓉先弄死了。我抓了，他跌倒了。哎、啊，还是走，还是他是卡了啊？还是他背在羊？好怪、啊，他背在羊。他背在羊吗？他真的背在羊吗？背在羊。他皮在咬吗？哎呦，要死！哎呦呀，干你啦！不是大哥，别找我！哎呦，大哥，你皮在咬过来！皮在咬！帮你抓，用侧脚帮你抓。该倒了吧？给我你的紫玉！哎呦，很会转，很棒，很厉害，100分嘞！杰克来看你，他倒了，别看了，打牌，躺好。我们打一把。啊，怎么石龙来了？啊，上车！不要叫，需要你的车，太太。太需要你，艾特买车吗？干！哎、欸，那怎么是我穿的？啊，那也不错啊。咬死，毒死！火球，倒了！火球，这怎么动不了？啊！好痒，背好痒，帮你抓一下背啊！哦，越来越远了，快没有射击位置了，开闪！把紫玉交出来就饶过你一命！哎呦！干嘛？不是我，不要看我，我只在打别的羊，我只是在从他屁股打过去而已，不是我，啊，被爆了，哎、欸，那来不及哦，我就会去抓，没事，可以抓了，又要抓了。我好像没有很想抓的意思呢，你们。大家好像没有停手的意思、喔。我停了，我放了。我停了。拔豆，我也快死了。看起来大家没有要停手的意思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
他来威吓，他来威吓，干吉娃娃哎，带叫嚣的，不要打架、啊，车子又走了，他来威吓了，我来晚了。啊，这个任务可以拿到外观巴鲁的票，巴鲁特的，以前世界有的。哦，逆鳞跟你是拿到逆鳞吗？不是逆鳞，我好像拿到了，真酷啊！还可以再打、啊，还可以再打、啊，反正外观的话要五张券。对啊，哦，两张开花票。对对对，真是可靠啊，瓜。看来是清楚的事。怎么了？这个护石雷强化三耐火二，火耐二，然后又给两个洞。哇，不错。然后我昨天配青弩的，我发现我有一个攻击二，然后还有一个三级洞。哦哦，领取护石。你怎么都在做梦啊？这么好。我的梦都能成真、欸，可是 我比较希望中乐透哎、欸。我也是啊，没关系，你中就好了，到时候交一点点就好了，一点点就好了，对，一点点就好的。零点一，对，零点一也好，零点零一不行，零点零一就太少了。那我来看一下我的。我现在开在卖了欸，卖护士多少会满啊？我没有到满，只是太多挑起来好烦哦。哦，地震？什么地震？利刃？哦，地震。三二的护士，哦，钢刃研磨欸，二阶两个洞。哎呦，哦、哎呦，两个一阶洞啊？还是对，两个一阶洞。哎呦。那研磨战士哇，那个猫猫的那套，收高速二毒耐一两个洞，优秀，他还广域化一解毒。看破二欸，一个洞。哦，看破我一直找不到两个洞，两个的就只有一个。你用搜寻欸，还是没有啊？搜看看。欸，可以抽奖。你可以有抽奖，我现在在看抽奖。对。护士。看破，确定一个都是一阶的，嗯，那他自己现在是用选的吗？还是就让他完全随机？随机啊，完全随机。哦，随机比较好啊，真的。对，就是靠完全靠赛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嗯，对、啊、对。哦，有人开到彗星加满足感，哦，超彗星二满足感3，超彗二，我心情很好，超彗二满足感三，一个两级一个洞，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好，在看阿米狗那个梗图区，没事。我、哦、你说、那個、你好，我是股票分析师，请问你手上有哪些股？
屁股。我以为说比爱心的，那个比爱心哦，拍掉。人家就是啊，你之后会遇到。啊、因为好看到这个，对，因为牙医就是这样子在帮你牙齿弄东西的。他们真的是比这个姿势，笑死！不是啊，你都在干牙医比，你都已经躺在那边，你干嘛突然比一个？这是很出息，直接拍掉，他不死了。所以我还不把你的牙齿转爆。忘记补子弹了，我补一下。如果是女医师的话，我可能可以啦。男医师就算了，换男医师跟你对，突然跟你一个人，你要跟他比战啊，然后照样排掉。对，飞错边，我这时候变成黄色了，不是绿色吗？左边了，是，我是有三个人都被左边。对，因为想说上一场是在那个位置，就顺着那个位置走，我觉得不对，没错，没看到龙，不对嘞。杰克说被左边了，我想啊，那应该是这边吧？飞过去不对，被左边的。黄色是去找车吗？哎，对。啊！倒了。嗯，打不到。打三猪的，我们开打咯。我知道，我要猪皮。扣个皮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才刚到就直接摆那个啦、啊？超虫必杀了。不知道，他已经倒了吧？啊，应该没关系吧？不知道。他打好多次哦，被撞跟被斩。嗯，怎么有一只小只的？刚刚头上有插那个，不小心打到的。等一下，我没有吃饭。哦、oh. ，第一只还好，嗯，第二只就可能要注意一下。对面的朋友，你的贯通，你怎么还没耐冲？你怎么还没耐冲？因为朋友也没有带耐冲，但是我不会被子弹打到。请掷出你的耐冲检定。反正我每次没过。耐。耐中已经点定，大失败，倒两只吗？哎，掉了五而已。原本只是后仰，现在是直接倒地。嗯，投入跌倒。阿凡要死了，你够了，我快死了。捡个东西。它尾巴是原厂的，原厂的，比较长而已。这种小只的龙通常不太容易破。对啊，不太会设定成会破尾巴。哦，四个人，哦，这个声音，哦，这个回音，太同步了吧。好一致的动作。欸、可惜现在他不会有那个挖比较久的那个动画，叮这样子，他不会有那个、啊，可惜，嗯，叮才可以大家看到就哦哦哦，吐出来，抬起他，甩掉，抬起他，分辨装备啊，不是，我要吃饭。是啊，你刚刚没听错，那尾巴是原厂的吗？原厂尾巴不能拆啊。对啊，改过的才拆得了啊。啊，
旁边有台车哎、欸。哦，这里有白嫖瓜牛躲在树林。这次是我们打比较慢的吗？怎么用户先出了？他钻进去了，他去主营地那边了。啊，我从主营地那边过去了。打到现在感觉猫猫要配的技能配那个翔虫，给一只翔虫比较好。对啊，就是环招环境生物的、啊。嗯，可以再调，就可以常驻三那个。对，原本是加攻击加防御，然后还加一个那个就是耐力消耗减少的。嗯，只是觉得真的要这样用啊，好像翔虫比较好，因为他还会放那个、啊、毒蛙、麻痹蛙出来。哎呦！耶、yeah, ！我还当 ADC 了，我们剩一个近战了。倒了，倒了。对面的朋友，你好啊！我在改位置了，我在努力改位置了。啊！哎呦，是雷狼龙青奴还是重奴？青奴。不是，你怎么叠过来了？还好是双刀，毁人化的时候不怕冲，不然我在中间被射的不要不要的。断尾啊！断尾啊！断尾、啊！那个中间你跳跳舞啊！对啊，你就跟他一起嗨。那边滚，那边抖。还是我闪电去打他尾巴？我正在打、啊。好多东西在他尾巴上。嗯。这个副厂的不好啦，改动原厂的啦。该换了，该换了。拆掉，拆掉，拆掉，把那副厂的拆掉。拆坐垫，拆坐垫。他可以拆吗？他可以拆，他要拆两次。音乐，音乐，小心哦！我要喝水了，我喝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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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水了。我满血没问题了吧？嗯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嗯，杰克说的哦。就跑出那梗图。哪一个啊？是一个男生，一个女生的。哦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吧？然后那个继续笑，断了断了断了，拆掉了拆掉了断了断了，副厂拆掉了，热的热的，先拆先捡先捡，哦修哎修哎哦就修哦赞，烧的出被烫到了，不要啦，不要啦不要啦，他可以抓了，我来了，小啊那差不多冷却了，我可以去拿了。拿什么？尾巴。哦，尾巴哦。刚拆哦，刚拆下来烫的，不能拿、啊。哦。他可不可以设定不要想从猫猫墙壁的时候是横走，而是往上爬？横走。他有时候就是沿着墙壁的，对对对，忍者跑。嗯。某个角度跳上去好像就会变成横的，对啊，不然会不会取消掉？要么就是我直接往上就好了。那、啊、横的真的很没意义，帅啊！这个本来就长得就够帅了，是啦，是啦。你在横跑的时候，你推你移动的方向键的话，它哎，它、欸、走下来，你们回来，翻山越岭呢、欸？对，它会跳，会跳山。哦，那个就是你只要吃补品那些东西都会加倍。哦，我是刚上一场才第一次拿降量兔。你一直拿的，你一直喝的话，他会马上离开你。他说你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不帮你加了。太多了。他是真的要吐了。哎、欸，这只好大哦！哎、欸，这只好大哦！好大，好，真的好大哦！哦嗯，哇，这伤害很高哦。啊！
不要不要过来，走开！哇，就觉得他的动作很像，看他好大，打不到脸。好了，好痒，好痒，好痒！啊，我丢他雪球。他怎么中状态了？嗯，缓缓的。哎呦！喵！哦！啊，你老鼠！应该不会痛吧？哎、欸，我刚刚几乎九成血、欸，你九成新哎、欸，我九成新哎、欸，我被撞烂哎、欸，大招啊！哎哎，跟阿旺之前也是这样子，阿旺死之前也是讲这种话。哎、欸，够了，不要再过来了，够了。哎、欸，阿旺最怕就这个窄口，你知道吗？这窄口很凶，要小心哦、喔。够了，够了。我、哦、在这边丢手里剑好了，那边太恐怖了。他的车板筋应该很厚。嗯，他骷髅嘛。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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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骷髅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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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看我站在哪里。哇哦！哇哦！你要不要上去来啊？剑好棒哦！射不到，射不到，这换个角度。但是他也打不到你啊。麻麻麻麻麻。他跳起来直接扁。麻麻麻麻麻。倒倒倒倒倒！好爽哦，这里好爽、哦，完全不用动，一直射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不要走啊！他知道了。你可以在，你可以站在那个天花板，你可以在那个拱门的天花板上。可是他要过来才行啊，这里太远了。没有，那边有那个啊。墙壁，你说房子上吗？对对，那些房子会毁哦、喔。对，你要小心。我知道。就是在上面一点入口处。去哪里？这里啊，欸、这个入口。我错了，大哥。握手，握手，握手。对，乖。哎、欸，猪，白痴猪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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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轻弩的拉手还是不会拉哎、欸，我都拉到奇怪位置。很能拉啊！那个你要提前下车的话，就跳滚一下。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这我知道。我躺好了。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射不到。你死了，你死了，我快死了。你要那个呢？你是要鬼火？我妈，好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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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哎哎，山猪不是？你说你北七耶？我被山猪撞了，放两次，对，哎、欸，山猪是撞我，撞他，他一只手坏了，我帮你们加工。对哦，加攻击喽！你是穿越火龙加攻击对不对？啊？没有啊！有诚意，一掌把杰克绑打回家。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。他倒了，他倒了，他倒了。啊！放地洞。乌来掉落物。我沉迷于输出。有没有掉落物啊？有没有什么掉落物啊？两个，两个没了。我听到挖落的声音。有野猪，这只野猪撞了我两次。我再送他起爆龙蛋。最后一续集有三杯红烧哇。嗯。哦、好亮哦！一二三四五，我一个都没有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我有五张券啊！
没事，我差一张，我是炮，干都是炮糊龙，没事没事，可是，没事可以打其他的啊，我要再一把，对，这一场这一场，好的好的，有没有三只用虎龙的？哦，三只用虎龙，我记得有两只还三只金狮的，好像没有用虎的啦，他没有制定怪兽的，没有。放个几张攻击加成光碟啊，洗练光碟。玩错游戏了，玩错游戏啊！お気をつけて。我还有三只闪鸟的啦。哦，它是还有大小金，大中小。卖掉，通通卖掉。好树花生，试一下。要不要放个耐冲啊？对啊，哇，肯定放的。外面的位置可以放耐冲，可能就少一个弹丸节约吧。可是弹丸节约三跟二差很多哎、欸哦，是哦，差一倍。那我想一下哦，可能。那个把后仰少一颗吧。嗯，谁？更换道具啊！装填加速度也可以，装填速度少一颗好了。嗯，装填速度少一颗。好，我把挑战珠拔掉。笨蛋，我好像没有做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最终回来了吗？这守不住，几级的、啊？后仰无效，耐冲一级。哥的，对，它叫做什么珠啊？耐冲。耐冲。啊，我这根本就没出门哦，哭哦。他放连假啦，这连假放的有点久哎、欸，哇，今天两个小时都没有放哎、欸，哇，哇，好舒服哦，这个连假，今天一名连假呢，对，要一传看一下，速兑换。假期放爽爽，真的。试探人家。QK。QK。好哦。太棒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没有吃的饭，你没有吃到券、哦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我吃的全部都是50%的，然后没有中半个。这样你是吃到 12.5% 的那一次，最飞的那一次。那个蓝色回来，他在门口是不是？很近啊。好。我去拿白嫖瓜牛。好。看一下这边猫死守哦，有死守蜥，打一下。哦，我也有。我错，我看不到。啊，下去了。我只看得到你们在砍空气。哦，对，靠，用力的靠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孩子们，这是哪里呀、啊？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古老笔记，他要倒了，他要倒了。古老笔记，哦，他在山上的那个小庙吧？哦，对。
不对不对，双刀的好像比我凶。那冲没用吗？应该有用吧。有有有有有，原来是我塞晚了。为什么？哦，是你们全部插在他头上是不是？对，我全插在头上。难怪我刚中了他数字超多的。他是自己摔倒了、啊，没有、啊，被我撤倒了。他变小只，哦，跑后面去。他缩水了啦，打一打缩水，然后打一打缩水。哎呦！那小智其实是睡着了，他补泡泡吗？醒来了，他醒了。哎哎哎哎哎，怎么冲我这里？干什么干什么？我小智也能，难怪我没有。小智也可以骑，又不像以前世界可以骑小智那个，对啊，凶彩哦，嗯。环境就是小只的，就小动物。邻居世界可以哦，就是你要有那个啊，每个环境会有地方可以叫，嗯，用柴龙或是那个罐头龙，还可以自动导航哎、欸，很棒哎、欸。对啊，想念导虫，想念导虫，我都已经变强虫了，按错了，有人在放了一个起爆。返回帐篷就不赢地，感谢追追，不客气，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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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左转，这是右转、嗯，然后结果转一转，还是最后还是转错边，左转右转左转右转，还是错了。有火龙出现，哎哎哎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哦，不是我，吓死我！是我弄的，我弄的，我弄的。我拿菜刀出来了。按错了啦。该死的水月反击，那我变手玩玩的，哎、玩习惯了。我来起爆了，好像没有放在哈基的位置，不过没关系。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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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感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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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又倒了又倒了。帮我抱一下，帮我抱一下，不要动不要动。慢瞄，哦。哎，跑来跑去吧，不会破坏背部。啊，不啦不啦。黏黏的，滑滑的。
他叫我钓鱼。叫我钓鱼。他们可以钓鱼。哎呦呦。叫嘴巴好啦。麻了麻了麻了，从头灌到尾。可以抓，不过他又倒了，快来抓一抓吧。我发火棒，大麻烟。好了，掉东西掉东西了。放烟那个意义真的是没什么意义，多就好了，只要放烟，帅，要假装是忍者，你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世界也有吧？世界有丢烟吧？对啊，日剧这个动作很多余啊，就是要撤退了，要有一个掩护吧。太小，你可以再挖一次。吃火出现，猫毛红玉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走了猫咪翻滚了，要一个。哎呦，刚才没咬起来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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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好了，好了，他、欸、踢倒了，撞到头了。我哪里刚擦？哎、欸，滑一下而已。对，我刚刚有擦那个几个侧脚在头上，然后经过墙壁突然蹦了一下，停了一下，吓到吓到，压到东西，压到东西了。这个蛇是？那个蛇是解除身上的状态效果，麻痹啊，中毒那些。欸，中毒我不知道啊，就麻痹、鬼火都会有。你没有放了？队友帮忙放吗？而且你的猫也会放，有一个东西是那个烟筒。打一巴，打一巴，打一巴，超惨的、啊。才刚站起来又打电话一边。对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嗓门很大。爆爆爆爆爆！我没事，我很好。九成新。我看到你眼血又上去又下来了。我不好。滑不掉，哎、欸，那个感觉用反击招还是什么的。
呀，好哟，妈呀，还好我滚下了，我就死回去了。断啊，倒了，嘿嘿嘿，尾巴断了。马踩到了，还没有，现在25%而已。未破坏哪里？手，右手，第二个破坏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要不行了，哎呦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你可以了，你可以了。我看到这张我都快不行了。啊，不行了，不行，不行了，啊，他不行了。那个指甲嘞，在这里。指甲我来了。给个紫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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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紫玉。没有掉落，有有有，变一个亮亮的。啊，来不及那个，有一个逆鳞。哎，又是逆鳞，鸟龙玉。王的逆鳞，紫玉，我想要紫玉。二脉抽奖，抽啊！领取护石，吹奏鸣人高速底池。麻痹体，哇，都还好。你都做了吗？外观还没，都能做了吗？就五张票，我够了，够了，就看要换那个什么。屠杀龙，是屠杀龙。好，有一个。看一下外观长什么样子。这个，屠杀加磁火加角龙。哦。然后它可以拿到姿势组合苦无姿势。花开票，它是服装吗？进阶，哦，进阶。进阶，被吓到。它是外观还是哪？外观，外观，外观，它是外观。哦，哇，全部属性都没发动，太棒了呢！对，繁星你那一套那个比基尼的是哪里的？哪一个的？贝壳，是贝壳外观。你说现在这一套？对啊，对啊，贝壳。那裤子嘞？我裤子隐藏，哦，是隐藏掉，对，哦，这是鞋子，
忘记吃饭。福林，福林，黄暗福林，福林，福森，福森，不让爹啦！紫玉很难出，有人打了五四场都没有一颗紫玉哦，不，哦。吃个鸡屁股押金，可是刚刚有人还没吃完了，还没买了多少？26串，哇哦，6串很多哎、欸，那16还26，二六早餐，早餐，全都鸡屁股、啊？不会吧？没有啦，全部鸡屁股好恐怖、喔，太腻了吧？对啊。哦，这样配好像也还不错哎。等我一下哦。你说外观哦？对啊。这样子。哎，好啦。啊、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只有他一个人出发，哭啊！我是，所以我刚好是在你们全部按取消的时候进来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好强哦，好强、哦！哇，你是算好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没有算好。老板生气了，今天不营业了，关店。你要去结婚了哦。我叫一个咬，我就这样。今天你要加给我？杰克想穿婚纱、哦，没有没有。你要哪件？我觉得它很好看而已。啊、哦，杰克想穿婚纱。哦，没有。那个先土沙还是沙巴？那个可以牵满二龙过来啊。好，去找满二龙。走这里。我的手怪怪的。我的手为什么是和服的手？算了，等一下再改。哎呀，没挡到。这个不痛。要倒了。加重攻击，对，他没有。你是说各种 miss？ 有，他有中到。诶、欸，必杀技。拉手是好不会啊、我都是直接拉近魔物的，不是拉远魔物。你不是加强攻击力的那一招吗？是一个啊对啊，半圆啊，对啊。哦，我觉得每次拉一拉到就拉近魔物啊。哎呦呀！绝对不用过去放起炮龙弹了，对，射两发就一个起炮龙弹的伤害了。九峰再放就好了，这种东西。
他要死了，这么快？对，呀，小鹿记得捡一下哦。我要死了，你怎么想？我救你，我救你，我救你。没事，你们先丢，先丢，先丢。就到你了。要花多少啊？这样。你救一个人情的。紫火。紫火龙。九号。啊！刚好回来不自带。有啊，聊天室不要开始讨论婚纱，怪怪的。怎么了？只是魔物里面是女角色好看，好不好？哦，有点大。哈基穿应该也不错啊，对啊。啊？杰克穿比较好，杰克穿的话就是那种粉红色的西装，有没有？帅。我变西装，只是婚纱、啊。西装好啊，西装没关系。婚纱嘛。婚纱对婚纱。要倒了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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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好。是女仆装吗？女仆装是月月的啦。啊？啊？那你是什么？你是旗袍吗？没有，我问问。我大概对。哎呦！有被转了两次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以为他站在我脸上。啊！你是在跟他比大声吗？我还在乱舞。哎、欸，还怎么还没晕？哦，好了。一发一发。背部破坏，一个翅膀破坏，剩一个翅膀，尾巴掉下来，尾巴掉下来，我要一只咬鱼。你不是叫他鲑鱼吗？他不是咬鱼啦，他不是咬鱼啊，要杀杀什么鱼？他们飞来飞去耶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鲨鱼，沙子的沙。我的装备需要用到它吗？影响。有素材啊、哦，优质的棋好像有。龙骨干。要拍他遗照。对，我从来没看过他。对。他自己是丝袜、喔，对啊，他发都发布想说想穿了，哈，哦，这是被盗的，没有吧？那应该是自己发的啦，自己想要，哦，是哦，是哦，对啊，内心想要，哭啊，其实都是心里话，嗯、哎呦，看什么丝袜，你就直接去看那个外面那种包厢长就有了，包厢长，大长包小长。干嘛？飞太久了吧？对啊，他怎么定格那么久？那我想干嘛？想干嘛？想啊！你想穿丝袜？哎呦！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啊，那就算了，打了，打了，打了，有人放了，有人放了。我刚贴在脸上了。啊啊啊啊啊啊！累了，他洗了，被抓了，
超龙，然后我放第一栋，我弄一栋。真的吗？好，站好。哎呦，滑下去！哎呦，好诶、欸，好诶、欸。小龙在旁边而已。白痴怪兔，你看后面有四只哦。我靠！等下有人跟你撞一下，说谁？你说谁？谁？有四个人。你有没有觉得你像是坐在沙发的那一个？我子弹快没了，等一下。啊！冰娜，哈哈，打脚，打他的头，打脚喽！他撞到墙了，撞到墙了！他硬邦邦出现了！哎呦！如果没打完，应该要倒了。啊，他还是打完了。哎呦！哎呦！一只小破坏。啊！他是不是碎了？碎了，碎了，碎了，碎了！你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我想说他爆那么晚，应该出事了。干白痴龙，白痴龙，白痴龙在乱咬。白痴龙，挂了，挂了，好了。有。啊！啊！哎呀！那脚，哦，脚都破了。啊！收换位置，换位置，尾巴，尾巴。好了，要完就跑。白痴狗。他找蛮二玩啊，有岩龙哎、欸。你要去玩啊？他真的很硬哎、欸，可以开他车啊，砂石车哦。砂石车对，超硬那种。就怕啊！没有，没有打，哎呦喂！有争夺地盘，争夺地盘，争夺地盘！哎呦！哦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呀！哦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还好，我还没开关。来，这种兵要用力。我来斩尾巴了。你去哪里？不会破坏，好钝，抖了一下，太钝了吧！我在尾巴藏了那么多东西啊！哦，啊啊、哎呦！三分球，三分球，过来，
乖，过来乖，这里有陷阱哦，过来乖。哦，好，我来了。哎呀，中中中中中中中，哎，结束了。我们刚刚滑同样的地方的，不可能滑另外一边，滑另外一边会被撞飞啊！掉落掉落，这是一定转顺时钟吗？没有，你可以调。你看，你看，推左边或推右边啦、啊。嗯，预设是往右滑。对啊，你可以推左或推右。日々鍛錬。看一下聊天室就被一颗石头打。三分球，荣誉。什么都没有。荣誉。苦无知识。抽奖。喂喂，来了。猫犬看起来太可爱了吧？你说猫猫爪的那一套吗？不是不是。你姿势吗？你按动作，然后有个拳击。你看，看人还好没什么事。你看我后面那只猫像抽筋一样，好可爱啊！哪里啊？动作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你的猫，你看你的猫。哈哈哈哈哈！太可爱，好可爱啊！好像被电到一样。哪里呀、啊？碰拳吗？还是什么？拳击。是组合。你是在打我的胸部、啊？那不是姿势组合，就聊天选项吗？哦，动作而已。对对对，聊天选项的动作。然后嘞，拳击。拳击。聊天选项。动作。按摩按摩哦，舒服哦哦，舒服哦。哇、哦，你要把刀是什么？好帅啊！好像看过怨虎龙啊，爆刀。那我说那个繁星的哦，那个女王那个磁火太刀啊，不，片手。我的看起来像那舞龙武士。来来来，抓痒抓痒，哈基抓痒来了。聊天。这好像这个姿势有点。来吧。我换手套了。哦，那个感觉好恐怖哦。哦，那哦，对，武器不会左哦。嗯。然后手套看起来是爪之类的。对啊。歪一个，那个谁的，圆角龙的也很像。哦，各位怕啥？新彩卡，不知道打什么就来解任务喽，怨虎龙，怨虎龙，怨虎龙，怨念龙。哎呦呀！顺便看有没有任务没解的，可以顺便打。看可不可以直接跟往你那边戳下去？他有活动的怨虎龙啦，活动怨虎龙感觉都是有强化过的。嗯，好，姐姐，好。
嘟嘟。拿肉肉，小面。东西没拿。整了一瓶，啊，按到了。狩猎开始。我靠！有点下来就被炸了吗？对。我还好没被接招。有人去骑闪鸟是不是？对。哦，好远哦。其实蛮近的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好了，到了。空中跌倒、哦。对啊，其实闪鸟很强耶。白痴！哎、欸，想捡东西是不是？是我在喝药水，按错键。来了来了来了！没有，哦、送你啦！哎呀，不是的。炸倒炸倒了，他被自己火炸倒了。尝试的机会。口水流口水流口水。干嘛？被骑走了是不是？哦，你越骑了。磨刀。磨刀霍霍像爹娘。爹娘不对吧？倒了。好。来了，好啊！
嘿嘿。哦。山坡好尴尬、哦。山坡吗？对，真的。他倒了，他倒了。换位置，换这边，换这边，换修指甲。好的。我还差一次，哎呀，爆了。我先去捡落物哦，音乐走，音乐走，不要理他们。有，我去捡落物。哎，那里很多落物，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。对，我就是怕抓来不及，捡来不及播。你的爆弹筒不先解决吗？还在这边呢。算了，放着吧，不用炸就直接抓了。啊，嗯，发呆。为什么地上？哦，那不是问号，那是山，宝贝。为什么我地图上怎么有个很大的一个问号？误会了，就是那个十三，那个一没看到，然后三的那个勾，那个勾，以为是问号。这也太多龙之类的，他这一直跌倒，所以哭了吗？真假的？我在那边捡了两颗龙之类，得靠腰。哎、欸，越打长条形的龙都速度就很高了。稳定高输出。你有吗？哦，我有了。你绿紫玉，怎么难呢、啊？你被毒心了。哎。多刀二两个洞，还好。耐性。哦。炸弹壳三。哇，饥饿耐性加饱足感都各两级，哇，好棒！再加一个三级洞，好饱哦，跟一个一级洞，好棒哦！哇，这个收刀数三加一个装填速度一，还两个洞，很赞哎、欸，洞很适合弩哎、欸，超适合弩的。收刀也可以拿来太刀啦，嗯，收刀三就很 OP 了。可是装填的话就不适合那个啦，刀啦，就当做有洞啊。嗯，装填是送的。啊，吃错了，算神护士了。可是不是自己常用的，叫你转职，叫你转职，对。我不要、哦。现在世界也这样啊，打到。远程的东西，后期没有喜欢再说了。嗯，对啊，存着嘛。それではまた。拜。传奇催眠。
必须愿，必须看什么时候才能还愿。还愿。哎，隐秘对交易。猫咪还有一节一回合才回来。嗯，还有一天收价哦，还有一天收价哦，赶快哦。让我记得。好，你先去，我去放油。我还有糯米肠，糯米肠。那我去上个厕所。好了好了，允月嘞？允月怎么了？元浩也是尿尿呀。哦，直接走应该没差。对啊，直接放在那边。放爆桶喽！爆桶！哦，霓虹龙。差点被打到，哎呦呀！我跳起来怎么这次怨虎龙这么长？减肥成功，减肥成功。我刚刚犹豫了一下，怨虎龙这么长，奇怪，不对。啊，你吧。他们说这一只不要用那个超龙技啊，干难道？说不要用超龙技，觉得自己按的超龙技，哎，太顺手了。对，他说很就伤害都很低，而且很烂，烂龙，真的烂龙，直接按叉撞下去就好了。好吧，孩子。哇，好帅哦！哇，华丽转身，真的。华丽转身，一个跌倒。从尾巴一直灌到身体，哇，伤害好舒服哦。打满。杰克。等一下，哦，没事没事，我还活着。好，他在追击，他在追击。你
要杰克的遗言了。你要杰克的遗言了。哎呦！嗨！嗨！杰克还活着吗？活着，活着，活着。靠近杰克，近一点。哦，不是中我，不是中我，就不是中我。没事，我闪掉了，我闪掉了，我滑走了。找杰克，找杰克。杰克，杰克，杰克，注意，杰克，注意。没事，没事。他屁股靠我很近。杰克在另外一边，不是我，我不是杰克，我不是杰克。这只猫咪近视啊。哦。叫他配眼镜啊！诶，口水嘞，流口水。不知道哪里破了，嗯，哪里破了？好，好，要干嘛？哪里啊？好贱哦，躲在门缝后面。这是会玩门的月虎龙哦。对，你渴望力量吗？那个，他刚刚在上面。哎呦，哎呦呀！他刚是有点滑倒吗？还是本来就这样？哎、欸，不知道呢。哎、欸，他是真的倒，真是真的倒了。麻麻好麻，没有。哦。麻哟！麻了麻了。尾巴断了吗？还没有。还没。没。那我还在。断了断了，我断完了，断完了。他背还没。现切的哦，现切的很赞哦，新鲜的哦，也是都还有哦。哦，这样有没有用啊？就没有哎、欸，鬼火留着，然后打他。哦，还没掉落，还没掉落，还没掉落，那边还有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。洋葱。爆炸瓦斯袜怎么不见了？在我身上，加油！杰克，墙壁好蹭吗？我蹭了一阵子，还蛮好蹭的。要不要一起？有香草口味的哦。香草可以啊，香菜不要。很有野味的。是野味呀、啊！哎呦，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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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叫！对不起，你叫，你叫，你叫！没事，我打他了，我打他。被抓了！啊！这么突然的吗？背部还没破坏。对。啊！破坏了，背部破坏了。好，收工，收工。好嘞，好嘞。碎啦！很聪明啦。旁边有矿，记得可以去挖一下哦。欸、因为我知道为什么 我打魔物，我都会直接贴近大型魔物了。为什么？我会先他没有举枪，没有，不是，哦、我是脚摸在正前方好了，我会先以逃跑方向逃跑，往左，然后再拉绳子，所以你就会看到我往魔物的方向拉过去。白痴！我一看向左边射左边，结果我滑过去。对。正常他是要直线往魔物那个方向拉，嗯，然后去撇其他方向，但是我反而就是会往魔物的拉，哎，就是人会往魔物那个方向，往左拉左半圆，贴近他，哎，你要去撞魔物就对了，对对对，
他要撞你左边，你就往左边拉过去给他撞。对对对，两颗也好多、哦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好，不要哭，再来。没事，我也没有。没事，这就是哎毒心，我没有，我没有要这个东西，他就一直给我。当你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就不会给你啊。还是用心的应该把它取消掉，让人知道只有我们这种没有。我想愉悦的愉悦是不是很容易拿到玉啊？玉跟逆鳞，这几场还蛮容易拿到的。对啊，你账号一定怪怪的。不要讲出来，是有买 VIP。这开台不能讲。哦，不能说的秘密。不能说。实况机密啦，好不好？实况机哦，实况账号。哦。会被回收的有没有？那下次看到我说你怎么装备怎么都没了？对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我是工商账号。啊，下一次来说陪我打那个下位那个出街任务哈。棒的。未来色色色，我妆还没弄好，好惨。好，我去厕所。好。好。我反正你怎么可以看起来穿起来这么骚啊？厉害吧？啊，这贝壳装啊，然后这裤子是那个鞋子是那个蜘蛛，毒蜘蛛还是什么的？就是有你看咬肉。嗯，我把手换回来好。手好，你先走啊。拖垮。强了，这个力量攻击，哦，我看到哦，杰克刚射了音乐一发，哦，然后他说看谁是被打、啊，哦，我追。三个原则。你把他打倒哦。嗯。打了、哦。哎呦！尾巴过来。都是很毒性的游戏，你想要的都很难出，真的。我你的烟是什么？快点！你的烟是什么？谁是狼？我不是狼，我还活着。哎、欸，我丢个烟的。哎，过来！他空中开战器是不是？
对啊，他打阎王龙也跟钢龙那些都会这样子啊。啊、哎！在空中爆炸呢，炸塔。那个大刀砰！哎、欸，你们知道吗？空中丢炸弹。我不太知道。可以啊，就是你跳起来的时候就使用那个道具。对，跳起来道具很好玩的，超好玩的。喂！再一次，可以啦。那个是有钱人在玩的，那好贵哦、喔。龙色尾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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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色尾巴。啊，好亮！青龙有翻滚换弹，翻滚换弹。那个要装珠子吧？斩壁填充那一种的哦。对，好像冰原的东西哦。对。去吧，青蛙。雕鹿都捡了吗？有。我不知道。好不好有雕鹿？我刚看到你都。超级笑亮亮的。我下来了，我回来了。龙之泪。嗯，不要再喝了。听到不妙的声音，滚掉了。好厉害！啊，中了！游戏，啊！哦，断了，断了，断了！哦，是要打我哎！哪里破了？头。头好亮哦！他撞到什么？了撞到我！我说打一千一耶！哦，那不是我了，我没那么有本事啊！原来你这么硬啊！哇哇！我撞你一下，要扣一千一，吓死我！那你不要拿武器了，你拿头就好了。我去他们治疗，我去比那个胜利姿势。我拿我身上的爆破去炸你哦！去！护卫破坏！麻了！吓我一跳！可以抓了，手也断了。捕捉好时机。尾巴在哪里？尾巴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对，尾巴嘞。尾巴在我这里，尾巴在我这里。没人丢。啊哈！被制裁了哦。过来。哎，对，进洞。接去挖尾巴，接去挖尾巴。这里有鬼火哎！去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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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这样，我可恶。危急退。啊，哈基挖完了哦。
对啊，你四根碗太少了，不是都应该先挖的吗？究竟有没有呢？看起来是……我刚刚好像感受到有了，有了，恭喜！然后全部卖掉，那全部售出，按错按到全部售出，哦，他直接哭出来，哦，有抽奖哎，抽个大奖，我都笑。收刀术，彗星级属性，哦，好像还好。啊，还是我们来打看天慧龙。行啊，好啊，我等一下接。不用想的太难啦、啊，很难，还是空袭死一下而已吧。对，空袭很好玩。好，接。集会場へようこそ。那我是防御术跟大毅力。またどうぞ。ごきげんよう。クエストリストはこちらです。用餐点数、嗯、防御术。ご分。防御术大。它什么属性啊？欸，它龙属。龙。龙好像没有。龙抗。龙抗。龙。欸，我报酬请我吃哦。好。喂，我网络是不是断了？我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好，刚断了。对，把我的 OBS 嘞。嗯，等一下，正在前往。天慧是不是都不太怕啊？对他，他怕爆破而已。好、哦，居然。火场怪力有机会保密是没有吧？火场怪力有这个属性吗？火场才有吧？对，火场怪力是血量越低伤害越高、欸，哎、啊，不要害人哦、喔。对啊，他叫你压低血量去打。我从以前知道，就是火场怪力就是你要很低血量去打、啊。对啊，那时候我喜欢看人家影片嘛，火场怪力就被那个蚊子叮一下死掉。火场怪力就是你极限的时候，它才会爆发力量啊！对啊，在打极限操作的。对啊。这我想说，这一版有这种属性哦、喔。从以前版本到现在版本，火场怪力都是玩极限的、啊。OK。
可以保命一次的是大毅力啊，对，大毅力啊，对啊，火场大佬在用的，他只是刚好那个大毅力跟火场怪力是同一个范，嗯、哦，有意思啊，好了，来吧，来玩好玩的了，看一下哦。子弹准备好了，好。保险金是你死掉了不会扣保险一次啊，不会扣钱一次，可真多一条命啊，多一条，多一条命啊，多一毛的机会、啊。没事，我们四个人全部遭到空袭就没了。没事，飞扑很棒。等一下哦，回家狱也可以了。风龙太太我，风龙太太，天慧龙有没有什么就是会秒掉的招啊？都会，都会，都蛮痛啊！我好像跳出去了。记得那时候杰克好像说一句：“哦，好帅啊，怎么死了？”就这样子。哦，他飞起来了耶，啊，没了，没了。我来了。我站这么远，你也要吼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那他有类似像什么那贝西摩斯那种大招，是要投石头那种？哦，没有，就是飞扑，就是很痛的。嗯。这次的翅膀哦，好帅！它翅膀会很帅，那你就可以体验到了。啊，怎么快死了？它好硬哦。嗯。在哪里啊？好、哦，翅膀的尖、哦，那个最上面的尖端，不是最下面的哦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。这时候就可以了。这时候打他胸口，这时候在极限的地方，然后累积伤害会爆炸。哎、欸，哦，射击了，对，射击，哦，然后杰克就啊，我怎么死了？就这样子。哦、他有一招开炮啊，那可能要注意一下。啊、哦。哎呦，哎呦。还好是打我，他的开天是喷射机就对了。嗯。好，我有隐约，隐约以前版本有打过哎、欸。我以前没有啊，我以前没有玩到那么后面。哦。要起飞了！他这是喷射机飞走声音、欸。来了来了，准备喽！来 go。要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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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跳。靠！没早点讲嘛、啊！不是不是不是，很难有很难判，你要自己抬头看。你要讲说，你要说，等一下准备跳哦，我就不知道我干嘛，你知道吗？跳也不知道。那、啊、这是空袭，这是空袭。所以就是讲空袭，就记得跳这样子。嗯，对，要飞扑。要扑到。他，因为他可能会中某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一定要飞扑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是、哦。了解。哎哎，看一下，吓死吓死！哎，角、欸、龙、欸，角龙，对角龙，你的对手在那边，角龙，也、欸、可以骑他哎、欸，也、欸、可以骑，直接撞，直接撞，直接撞，不要骑，按叉撞哦，我来我来我来。天威龙还第一次看到可以骑，来来来来，招式很帅，骑上去超帅，很帅啊，而且他又小台，很棒。繁星，有人说你的直播体呢，是就刚网络问题吧？嗯，没办法、啊。天慧龙打头尾巴跟翅膀，好。那我好奇，如果翅膀打掉一点，那会不会飞上去？呜呜呜呜呜，转圈圈上去。你说因为
两边的动力不同。对，他尾巴可以断哦，他尾巴可以断哦。不打。是啊，那个等我一下哈，我先等他换场地，我再重新串联。啊。哎、欸，断了。哎呦呀！碎碎碎碎碎！挖尾巴，挖尾巴！打他啦！好帅哦，他全是这种哦。对啊，他 B 卷也还蛮好听的。对，换了他超快的，换地图，你看，你看一下他，咻一下就到了。咻！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！然后到，然后就到了。这是喷射机。好，去设定一下。为什么会急奔退取义了？小龙的吧？嗯。金针。啊，他是古龙不能抓。哦。对。他不能抓。他是就这一这个 Rise 前那个的最后一只毕业角色。这世界的贝西摩斯啦！啊！刚刚关键，我还是觉得贝西摩斯比较嗨，太难了。这打赢真的是很有成就感。对。他偷打的，约打的，不是我。他，你看，看那个人，那个人，我躲在车后面，你没看到我，你没看到我。他倒的了。哎、欸，好宝，他自爆，他自爆，倒了，倒了。部位破坏，哪里破坏了？当胸口吧。哎呦哎呦，他了他了，叫声很难听，不行。他很帅，可是叫声难听，是不是？对，是啊，那一次那个杰克，对，打。